广银集团28载深耕3大区域，布局20余座城市，全球经济增速最快，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强国的关键一环。大湾区基建先行，深中通道领先，港珠澳大桥、深珠通道、虎门大桥、南沙大桥、深澳铁路打通湾区东西岸，湾区一环即将惊艳世界。世界瞩目的深中通道，连通大湾区最繁华的深圳，以及最具潜力的中山翠亨新区。翠亨新区，深中通道桥头堡，中山市重点发展区，城市未来新中心。广银海棠湾，雄踞大湾区西岸核心地段，深中通道、深珠通道两条世纪快线直达深圳最繁华的核心区，广东三大自贸区环绕，翠亨新区、唐家湾科教新城交汇，前海对面一桥之隔，未来价格潜力无限。居住、教育、旅游度假配套齐全，是价值中心，更是生活中心。采用维和式布局，打造中庭大花园，确保户户朝南，户户享最开阔视野。以传统新亚洲建筑风格为调，引入岭南地域特色，中式门楼入户，悦享归家礼遇，人脸智能识别，尊崇私密安全。拾阶而上，登堂入室，极具仪式感。首层大堂精装入户，智能刷卡进入，开启品质生活。户型方正通透，新风装置，中空双层玻璃，同层排水，打造舒适生活体系。4大主题园林满足全龄段休闲娱乐所需，游乐区铺设安全地垫，无棱角设计，美观安全。精选高尔夫球场草皮、夏威夷草，美观耐用，拓宽成长空间。社区景观客厅，给家人最好的陪伴。分龄段泳池享夏日清凉，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打造运动健康社区，环形塑胶夜光跑道，绿色环保更贴心。主题架空层优加邻里空间，配备顶级休闲娱乐设施，儿童游乐园，孩童成长的小天地。老年活动区，棋牌品茗室，三五知己老有所乐。全龄健身房运动健身就在家楼下，休闲吧，欢聚畅谈，让你爱上阅读。细微之处暖人心，定制绿色健康生活。6大安防系统24小时为你保驾护航，阳光车库通透自然采光，精装车库大堂尊崇高贵，星级物管贴心服务，构筑温暖社区。湾区一环，东方美学原著，广银海棠湾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红梦嘅一个示范单位嘅，
一個户型呢度啦，呢個係 B 户型嘅，112平方米，做到三房兩廳兩衛，而且都有兩個露台嘅雙露台，南北通透。咁特別要説明一下呢個陽台呢個位置咧，佢啲面積係半贈送嘅。咁好似呢啲面積係飄窗嘅一個面積，係全部贈送俾業主去使用嘅。咁入嚟咧，我哋可以睇到佢呢邊咧係做翻一個鞋櫃嘅一個位置，到時嘅話嗰啲行物啊，或者嗰啲鞋啊，全部都可以擺埋呢個位置嘅。嗱，呢邊咧就係客廳啦，咁佢嘅一個客廳都比較闊綠啲嘅，佢嘅一個開間咧就有3.5米啦。啊，喺客廳隔離呢度就係佢嘅一個陽台嘅一個位置。咁陽台嘅話，啱先都有講到啦，佢係半贈送嘅，就一半面積係贈送嘅。啊，咁雙露台嘅一個户型咧，佢南北通透，佢嘅一個通風采光同埋舒適感嘅話都會比較舒服啲嘅。啊，行到呢邊過嚟嘅話，呢度咧就係佢食廳嘅一個位置啦，都可以再擺張大啲嘅台落去。到時嘅話，一個家庭6個人、8個人都坐得落去嘅。咁喺食廳呢度咧，仲有一個露台嘅。咁呢個露台咧，你到時嘅話，可以攞嚟洗衫啊，然之後將嗰啲衫晾喺呢度都 OK。咁隔離嗰個露台咧，你可以做翻一個休閒嘅一個整法，可以擺張台喺嗰度啦，然之後睇下書或者飲下茶都 OK 嘅。咁可以睇到呢邊咧係佢廚房嘅一個位置，廚房嘅一個寬度咧就會比較寬啲，而且嘅話佢呢度會預留咗咁大嘅一個空間，可以俾你擺雪櫃啊。咁你想要擺個大啲嘅雪櫃喺呢度都冇問題嘅。而且好似廚房心電圖抽油煙機消毒櫃同埋呢個燒爐，到時嘅話都可以按照佢咁樣嘅形式去整咯。咁樣就顯得佢嘅一個空間會比較闊綠啲，唔會咁壓迫咯。咁依家我哋去睇睇佢嘅嗰啲客房同埋主用房啦。咁呢邊咧就係佢嘅一間客房嚟嘅，咁可以睇到啦。啱先講到嘅呢個位置咧，就係佢飄窗嘅一個位置。咁呢個面積咧係全部贈送嘅。而且可以睇到啦，佢每一間房佢嘅一個窗咧都非常之大，所以就保證到佢嘅一個通風取光，而且佢嘅一個舒適感咯。擺張咁大嘅一個床喺呢度都冇問題嘅。而且可以睇到佢呢邊，到時嘅話都可以咁樣整一個衣櫃，擺啲衫同埋擺啲雜物喺呢度，就會比較實用啲咯。咁呢邊可以睇到個洗手間嘅一個設計都比較有特色啲，就分為公室翻嚟嘅。咁入邊呢度咧係有一個飄窗嘅一個位置，咁呢個位置同樣都係贈送嘅。到時嘅話沖涼啊，同埋個上廁所啊，都就喺入邊呢度咯。咁到時嘅話，如果你話刷牙同朝早起床，有人要刷牙啦，有人要上廁所啦，咁就可以翻開埋，唔使逼埋一堆，可以慳啲時間嘅。咁睇翻呢邊啦，呢邊都係一間房嚟嘅，咁佢嘅一個設計咧就會比較靚啲。同樣呢、這個户型係以實用舒適為主嘅，而且每間房都非常之方正，可以睇到佢嘅一個窗嘅一個位置好大，保證佢嘅一個通風取光啦。而且個飄窗嘅位置全部贈送嘅，擺張床，到時嘅話都可以好似佢咁樣設計，呢度整成一個衣櫃喺呢度。梗然啦，如果你唔中意咁樣設計嘅話，都可以喺呢個地方整一個衣櫃啊嘛。咁佢咁樣嘅話就喺呢度整咗一個衣櫃，呢度擺張台，到時嘅話喺呢度整部電腦啊，喺呢度小朋友喺呢度寫嗰啲作業啊都 OK 嘅。咁入邊呢度咧就係佢主用房嘅一個位置啦，主用房就會闊綠咗好多，可以睇到擺張1米8嘅牀喺呢度都冇問題嘅。而且可以睇到啦，啱先睇咗3間房，每一間房都有個飄窗嘅一個位置喺呢度嘅，所以就唔會話有嗰啲黑屋咯。行到呢邊過嚟，佢喺入洗手間嘅呢個位置咧，佢就整咗一個衣帽間。到時嗰啲衫啊同埋嗰啲雜物可以擺喺呢度。咁行入嚟少少，就係佢洗手間嘅一個位置啦。有一個飄窗位喺呢度，平時佢可以俾你擺啲嘢，擺啲洗髮水啊、沐浴露啊呢啲咯。有一個馬桶喺呢度，馬桶呢邊咧佢就設計整咗一個雜牌喺呢度嘅。咁到時嘅話，你要整一個電子馬桶喺呢度都 OK 啊。
啊，咁呢個户型咧就係佢112做到三房兩廳兩衛，而且送露台嘅一個户型嚟嘅。